米兰时装周再次见证肖战识货，肖战分享米兰逛街的照片，在线讨论热潮。从有消息放出肖战参加米兰时装周，到肖战成为古驰和托德斯双奢正式邀请嘉宾确定出席，从品牌总监欣喜发文表达了对肖战的期待，到时装周主办方意大利国家时装商会亲自发文祝福，从肖战出发被代拍和媒体拥堵，肖战亲自指挥秩序，到肖战出发的消息登上多国热榜高位，从肖战海外粉丝精心准备盛大迎接，到品牌方给予肖战高规格接待等等，话题层出不穷。肖战就好像住在了热榜一样，是当下最受关注的艺人。此次分享的图片也是看出肖战难得的轻松惬意，是肖战新到某地必定给粉丝的浪漫分享。肖战真是失火了三年多，依旧断层，谁不说一声服？如今断层得更加的随心所欲，势不可挡了。其实想想也不足为奇，肖战平时吃饭逛街都是高热度话题，更何况这样公开透明的国际时尚大秀呢？2月23日，肖战米兰时装周看秀造型大片惊喜释出，肖战热度再现高潮。大片中，肖战身穿托德斯秋冬系列服饰，棕色系穿搭休闲舒适，肖战显得优雅又不失活力，真的是帅爆了。网友说肖战好帅，这句话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字，却透露出一丝高冷与漫不经心的从容，与本人放纵不羁的身影相得益彰，恰如其分地显示了肖战高贵而优雅的气质，契合了时装周的主题了。肖战这一身的穿搭真的是特别有秋天的氛围感，虽然现在还是初春，但肖战穿的这一身超级让人们对今年的秋天一下子有了更生动的感官和期待。网友说肖战倒的不是时差，是开了随意调整岁月的开关吧。期待和肖战一起看秀，2月24日下午4点托德斯，晚上9点古驰，两场大秀即将开启。期待肖战从容表达绅士的多元风格，也特别期待和肖战共享此次的时尚之旅。